退休也辛苦你了，退休是辛苦，还要辛苦你做这个事情，多少岁？要不咱那个，三年多了，又花五十多块钱。这边就我超吃很了，嗯，哎，不要跟我要油，你有啥子油哦？跟我花啥子钱？吃饱点肉，下回帮我挖红薯。哈哈哈哈哈！分分都分都发干了。还给你安排酒，饭吃了，饭吃了，我挖红薯。这么闲工？好了好了，有人等了，这个还做的呢。可以了，但是那是不行的，那么多的你做好了，更是真的不好。是啊，买明星的又好。那本地家。我晚上七点钟就去了嘛。我的大妖怪喜欢吃，这边还有个，它冰凉没用的，没它这个了，它这个啊，这个啊，放哪去了嘞？我要掏这个大的再去，要的，你掏嘛。哦，你看这个好大，放哪去了嘞？噶，但是这个它没得好大，这我是单身，就是没那尖的嘞，就是啊。嗯，米酒就在这儿吃的，嗯，安逸得很。你看那边跟红没红嘛？哎，我就说得行，我塞弄不放。哎，这上边就哪个的？是不是带进来？这个还吃不得，这个小儿。这个有个黄的。哦，这边还吃不得。我尝一下这个黄。你尝一下嘛。看大了，这个。哎，看来弄的时候菜花也吃嘛。反正来这个跟回去一样的啊，回去妈老汉也是，谁给我搬来这个也谁搬了。你走到我这个头，没得啥子拿给你的。哎呀，你们都住在这里的头，好好的睡着睡。够了吗？你说芋头的嘛？芋头没得，我说跟芋头不是一样的味道。那不一样啊。是。我是大了，大了。你只把爷爷该吃的吃了，然后不干净，给他摘净。我那边都摘得有点窝，长得好得很。你看你们每个人都说，我大些会给大些大些啦，我来就大杯大杯的搬。中间电的车子给电的，好的。把这自制车就嘛，出来建水火，好的。火炉比较好，把头都偷一点嘛，头都俺偷干净。好的。也是见过两五嘛，你见过几次一次？好的。吃了多好的。等等都洗干净了就剪了哈。头都白油嘛，那就洗。放那边准备爷爷的。嗯。看你这个。中午回吃一顿了噻，见的。买在哪里买的嘛？好，就中噻。我嘛火了，等一天吧子，你又拿一边来，又再见一次。啊。你要拿葱葱不？葱葱。拿进去嘛。过来，过来，葱葱。拿进去。吃点就吃嘛。这个。啊，你等我那个等你拿的时候嘛，就是就是呗。啊，你我那个等。这个猪手长老了，我感觉还安逸的。啊。吃蔬果也拿过的好果子，真的可以。我吃了吃两三次，我感觉还没有效果。不要耍的就不耍了。要我回去了哈。丢。啊，祖哥拜拜。你看嘛嘞，他想跟着我走。丢，拜拜嘛，丢。我回去了，我下一次又来看你哈，我回去先。拜拜，走。
不就？你掉手。来，不去。哎，我们撒一次，撒几下，撒来，撒一回，我们撒几下。我撒几下，好。看好久没上山了。啊。那么，快下来，你不接哈？完全吃豆，那还不是要的。刷，你没刷到吗？来吧，你刷到。我老公干了，帮我干活。干啥子干？干红烧黄肉过来烧。要的要的。啊，红烧黄肉过来。哎呀，我等你不干活路了，我谁来？要的。活路干完了你再来。随时可以来呀。随时可以给侬。随时要干活路再来。半个小时就弄。要的。掉，我上一次来哈。快来面筋了。掉掉。快来面筋了。我上一次来哈。我上一次来。掉掉。我啥意思来哈？